全部馬不準備妥當。黃旗居三場賽事四班千四，一開閘嘅時候咁啊，前面快閘嘅馬都相當多，內欄位置起勁區啊搶咗出嚟先啦，咁等你哋慢慢埋啦。中間咧仲見到有呢只重鋒啦、飛馬之威啦、出邊粉紅衫仲有啦，後邊嗰陣啦，咁啊中檔灰馬有前程萬里，內欄位置咧就係確威星嘅黃衫嘅，中間藍衫志氣高昂，響外邊咧綠色衫咧就係嗰只幸運來啊，尾耳敏歡騰包尾咧就係嗰只旅遊名牌嚟噶。好啦，過咗呢個一千米段處啦，前面帶頭嘅馬有重鋒啊，中檔第二位係飛馬之威。外面綠色衫上了去，有這個就是幸運來，跟住個內欄第四咧，仲見到有啲喜景區的大熱門馬，粉紅衫第五位仲有，再數後面有確威星、志氣高昂、前程萬里是灰馬嚟噶，尾二位置咧就是旅遊名牌，包咗落尾仍然是嗰只敏歡騰嚟噶。好啦，過曬六百啦，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重鋒咧咁一路順住只馬走啦，擠嚟咗一個身位噶，幸運來第二位、第三位飛馬之威，內欄第四開始要猛咁騎啦，就喜景區啊，再響中檔位置咧仲有噶，後邊嘅馬。好似唔係話追勁好強嘅啫，係外檔敏歡騰叫追上少少㗎，兜到嚟最後二百啦，前面重鋒透出咗，咁啊喜勁區開始塌著咗喺埋邊咧，揾到個位上緊嚟㗎，中檔位置都冇乜馬特別有追勁嘅，幸運來叫捱緊㗎，埋邊位置有呢只旅遊名牌㗎，最後一百米重鋒依然係佔先，但係咧呢個時候喜勁區三幾倍已經係將佢追過，方家柏都開埋齋啦，喜勁區贏啊，第二名重鋒，第三名幸運來同埋旅遊名牌啊好接近㗎，咁啊結果呢場賽事都無擠無阻無碰無撞啦。呢只就係喜勁區喺入邊，咪一穿上嚟就贏啦！重鋒第二，幸運來旅遊名牌影相爭第三。哇！嗰只幸運來臨尾四點二倍，而家連 Q 都得唔到 ，pay 都唔知道有冇。我諗咪喜勁區咁啊贏啦，跑第二名咧就係重鋒，第三咧都係幸運來捱到。咁啊第四咧就呢只旅遊名牌啦，好彩啊！哇！呢只喜勁區三六八二大熱門二點九倍。哇！見到重鋒真係啦，走甩咗啊！再加埋個輕磅啊，呢度都捱過第二。好啦，睇巡台影片啦。出馬就唔係好多啫，預咗都有一啲馬都係走噶啦，呢條數係計得到嘅。所以咧，潘頓話：嘿嘿，唔使擔心嘅。比起兩步啊，等你哋實會冚我嘅都唔驚啊。三幾下咁可以守到三至五位到啦。嗱，佢真係及不及出面啦，啱啦，嗰條數就啱噶啦。我都望下霍麗賢點跑先。佢真係可以選擇都唔係好多，因為外檔啊嘛。咪即係都要睇佢嗰啲決斷性夠唔夠啊咁樣。好彩呢只幸運來嗰只咧就好好鬥心噶嘛，上季都唔係話一定咧靠放都跑得好嘅，就係佢可以留到喺仲有嗰啲位嘅。飛馬之威就係前面嗰集跑得最差嗰只嚟嘅。但係頭先你見到係一路哇，只馬都唔受控咁樣樣搶嘅，唔知做咩事。志氣高昂，即係咪真係最後嗰段咧？只馬嗰個脾性咧，即係嗰個情緒影響咗佢。今日佢又唔係話呢個名次好似第五咧，就唔係唔收貨嘅。咁啊，再睇其他啦，嗱，旅遊名牌啦，咁啊，即係決定係留前鬥後嘅，可能即係只馬而家開始真係。漸向成熟啦，即係成熟嘅意思，即係嚟到香港已經係適應咗嗰個水土啦，咁開始還佢真面目啦，係一個正宗長途馬啦。咁啊追啊，肯追就一個好事嚟嘅，最怕啲馬唔追啊。確威星都肯掠下嘅，咁但係就喺內欄就賺咗啲形勢啦。嗱，今日喺外檔啲馬真係好差。睇埋分段時間啦，其實放得就唔算話太慢嘅啫。頭段13秒53，第二段21秒86，第三段22�秒92，末段24�秒18，總時間1分22秒49啊，快過標準時間接近6線。